这是什么情况？今天是咱们学校的交换生报到日，听说啊会转来一位才艺兼备的学霸。哦，原来大家是在这儿迎接交换生啊。没错。来了、漂亮啊。这是，哇，是雷娜的专车。什么？要来的新同学是雷娜吗？是那个唱歌很好听的雷娜。大明星真的来我们学校了？难道她就是交换生？暗黑洛丽塔雷娜。雷娜是谁啊？她怎么会来这里？我知道，雷娜同学一边演出一边学习，成绩优异。她是来我们学校参加学习交流的。学习交流？没错，明星是需要成为榜样的呀。我家雷娜大人真是太优秀了。欢迎雷娜同学，欢迎雷娜同学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让我看一下，让我也看一下，让我们看一下吗？对，哇，雷娜出来了，来了，哇，雷娜出来了，好漂亮啊！竟然成为了我们的同学，没想到，没有想到，竟然成为了我们同学。雷娜，我喜欢你的新歌，希望你能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。没想到雷娜成绩也这么好，我会向你学习的。没想到雷娜的人气这么高。雷娜你好，雷娜，我看到你了，我也想就是想给你的标准。哇，雷娜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啊，雷娜。加油了！欢迎雷娜同学！欢迎雷娜同学！同学们，今天有一位新同学将来到我们班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是谁了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雷娜。雷娜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居然跟大明星一个班。严峰，你快打我一下。这是真的，你不是在做梦。雷娜大人，我真的是太幸福了。好了，大家安静。雷娜同学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神秘嘉宾，在过几天的迎校晚会上，雷娜将为全校师生带来精彩的演出，所以同学们要认真对待这次的手工作业哦。好。雷娜同学，你可以入座了。你好啊，新兰同学。呀呼呀呼！嘎咕！呀呼呼！呜呜呜！呀呼呼！嘎咕！呀呼！呀呼！哎，总感觉这么找下去是找不到关于立夏节气花心的线索的。坚持一下，阿里克，说不定下一本书里就能找到我们需要的信息呢，对吧，新兰？就算不能找到与立夏节气花信相关的信息，能多了解一些关于立夏的知识也不错。可是，这书也太多了吧？要看到什么时候啊？再说，我们得尽快找到立夏节气花信才行吧？我们不努力，线索可不会从天而降哦。艾里克，你别着急，着急是没有用的，说不定在迎夏晚会上我们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啊，我也这么觉得，之前我就发现节气花信们好像都很喜欢跟自己有关的庆祝活动。这么说来，好像确实是这样呢。我猜或许是他们都不想被人们忘记吧。呀呼！谁在那儿？喂，雷娜。
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你们。啊，呀呵呵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要不是迷路了，我才不会来这种地方呢。没关系的，雷娜同学，要不要我们带你去熟悉一下校园？不用了，我对这所学校没什么兴趣。那要不我帮你画一份学校的地图吧，这样你就不会迷路了。你是跟我同班的雪城爱吧？没想到雷娜同学竟然认得我。听说你在学校里挺受欢迎的。没有啦。你就是用这副软弱的样子来讨好身边的人，来得到大家的夸奖吗？多么可爱的邻家女孩啊，说两句话都会脸红，我可不吃你这套。你说什么呢？小爱才没有讨好大家，小爱只是好心想带你熟悉一下环境而已。对，请你对小爱礼貌一些，小爱的好性格不是你言语攻击她的理由。你们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对别人好，虚伪。呀，今天天气真不错。梅特老师，同学们好呀，天气这么好，你们也在散步吗？咦，这不是这不是传说中的大明星暗黑洛丽塔雷娜吗？你好，我是雷娜。你好，我是梅特，是绿茵学院的心理辅导老师。你们在看什么书呢？马上就要立夏了，所以我们在查关于立夏的资料。立夏？你们还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啊？是啊，梅特老师，您知道什么关于立夏的信息吗？立夏，立夏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，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，它代表着盛夏时节的正式开始。这个我也知道，我刚刚在书里看到过。那你们知道吗？在立夏这天举办迎夏晚会，就像是古代举行迎夏礼一般。据说迎夏礼举办得越隆重，夏天的花就会开得越灿烂哦。迎夏礼办得越隆重，夏天的花儿就会开得越灿烂。没错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哦。那么我也要接着去散步了，再见。梅特老师再见。艾里克、西兰，咱们再去查查关于迎夏礼的资料吧。那个雷娜同学，你们真无趣，没空跟你们闲聊了，我还有工作要忙呢。连句再见也不说，真是没礼貌。好了，艾里克，我们还是赶紧去查查关于迎夏礼的资料吧。好。刚刚我看见有本书上说，迎夏活动中人们常常会穿着红色的衣服。这说不定就是线索。同学们，由于全校同学都想让雷娜穿着自己制作的礼服进行演出，所以之后将由每个班的同学共同制作一件礼服并参加评选，最终优胜的作品将作为雷娜的演出服使用。真的吗？是时候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设计了。你还是坐下吧，我觉得还是小征的设计比较靠谱。我一定要让雷娜穿着我亲手制作的礼服上台演出。好了，大家安静，雷娜也在积极准备着这次的演出，大家一起加油吧。好。雷娜，不知道是哪个班级的设计啊，大家一起过一个难忘的夏天吧。时间更悠远，比故乡更思念，时间尽头永恒的宫殿。
许下同一个愿望，梦中我们沉睡在星星的身旁，唤醒着同一个梦想。星星花朵和海浪，穿越无尽的时光，找到最初的故乡，在那星星闪烁，永恒闪亮。叮铃叮铃的旋转，梦的落线。